我跟小姨子搞好关系有问题吗？是搞好家庭关系还是搞好床上关系？空口无凭。空口无凭。郭淑琴，你够了，作为一个媒体人断章取义，马上给顾总和你妹妹道歉。我道歉？我上哪买这么多道具？讨厌。哎，这不是你买的吗？姐姐的男朋友搞在一起，跟我没关系，只是他逼我的。